保卫竞争。前阵子我们家在高级酒店里吃自助餐，吃到饱啊，吃到饱，没有错。因为我爸爸他呀、跟酒店负责人是好朋友，所以我们能在酒店里吃料理吃得饱，有寿司，有牛排，有意大利面跟天妇罗，甜点也超级多，有数不清的甜点跟水果，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全部都可以吃到饱哦。好棒哦，什么都能吃吗？不嫌弃的话，下次换我带你们一起去吃吧。可以吗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是我请客哦。不过酒店的吃到饱只限定三位客人呢、所以大雄你不能去。原来如此啊，小将啊，大家都去吃吃到饱却不约你是吗？你竟然听得懂啊。因为我们相处很久了，不过大雄你不要老是羡慕他们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啦，我找找看哦。做到饱围巾装，只要穿上这个道具，无论何时或在何地，都可以尽情享受美食，吃到饱哦。不过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啊？因为很久以前在北欧有个叫做维京族的海盗团体。算了啦，详细内容就不说了，快点过来。妈妈，干嘛？我想吃铜锣烧。刚才已经吃过点心了，这时就要说铜锣烧吃到饱。干嘛干嘛？怎么回事啊？请继续看下去。来，请吃铜锣烧。是怎么回事？只要一边说出自己的愿望，一边按下大炮，就会以做到饱的形式实现愿望。哇，好厉害哦！不过，你只能再许九次愿望，而且愿望必须非常具体才行。借我，我也想要玩玩看。好，那就来使用到饱吧。那本漫画好像很有趣呢。抱我！快快把书借给胖虎，会比较好哦。怎么这样啊？就是啊。乖乖的交出来吧。吼呀吼！呀吼呀吼！前面两个欺负弱小的大坏蛋，维京大人现在要通过了。你这是什么蠢样子啊！真的，我要喊到江家九门。大雄，好，我要漫画看到饱。大雄，请你尽量看吧。很好很好，但是这样还不够我塞牙缝呢。不是，我们立刻去拿。就勉强放过你们吧。感谢您的大恩大德。我们刚才在做什么？为什么给大雄漫画？好好看啊，哆啦 A 梦，这个道具可以做任何事情的吃到饱吗？那当然了，那就可以拿来做更多有趣的事了呢。对呀。好，我要做交通工具做到饱。两位请上车吧。
么事了。我想要圣诞，我想要冰淇淋，让你们久等了，请用。我想要吃圣诞吃到饱，跟冰淇淋吃到饱。我要玩玩具玩到饱。玩游戏玩到饱。两位，请往这边走。哇，看得好开心啊！再来要做什么呢？找到他们了。好哇，他们两个竟然玩得这么开心。这个道具真是棒到极点了。嘿嘿，不过你看，次数只剩两次，要小心使用哦。真的耶，只剩两次了。他们说只剩下两次了耶。要在他们用完前抢过来才行。静香你好。哎呀，是大熊跟多拉。你们怎么打扮成这样啊？这个是做到饱围巾装哦。做到饱？对了，静香要不要也试试看啊？是这样吗？这样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做到饱了。说到静香喜欢的事，就想到你对着麦克风说洗澡洗到饱看看吧。洗澡洗到饱。请你务必到我家的浴室洗澡。啊不，请到我家的浴室里面洗澡吧。真的，请不要客气。你想洗多久就洗多久，欢迎欢迎。来我家了。都是你让他许了奇怪的愿望。嘿嘿，这道具现在是我们的了。有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才对啊。别跑，还给我吧。我才不要。因为我们两个比你们更适合当围巾海盗啊。好，有了这个就能为所欲为了。可是胖虎，次数只剩下最后一次了。你要做什么呀？那还要问？当然是让我唱歌唱到饱啊！这个愿望太浪费了吧？什么？你有什么意见吗？不是啦，可是这个愿望你平时就能达成啦。我的意思是，对了，胖虎，我想到一个更好的点子。哇，他们真过分！他们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不光只是唱歌，我们可以许更大的愿望啊，比方说，让我们两个可以为所欲为，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饱，觉得怎么样啊？任何事情？这样不只能唱歌唱到饱，坏事难事都能做到饱。原来如此，小布你真有远见。好，要说喽，一切难事尽管做到饱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这给你，这给你。再见了。这是什么男士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次又要干嘛了？在拍电影吗？接下来要拍拿着刀枪剑的战争场面。预备，开始！攻击！是他
们两个，怎么回事啊？奖给你，奖给你，奖给你，奖给你。不懂。天哪！什么？怎么变成一切男士尽管做到宝了？